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勋瑞，我在《我的男孩》里面饰演的是安庆辉。那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看《我的男孩》的地方是，这个故事在说一个男孩成长到男人，他在过程中所面对到的一些，不管是挫折也好，或者是他的美好因为现实面而受到一些打击，然后要怎么样让自己更坚强，然后茁壮。再来就是希望大家透过《我的男孩》可以找到对于爱情的勇气。不管是年龄上的差距，或者是环境，或者是家庭，都希望大家能够碰到自己所爱的人的时候，就要努力的去争取跟把握。然后谢谢大家支持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男孩。